道小朋友的声音就是大人的声音是。来，我们再次好了，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，还有小朋友们，大家早上好啊！非常棒，非常棒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想要邀请各位呢，请仔细的，把你们这眼光呢放在舞台上，因为待会呢将会出现很多不可思议的魔术。那比方说，首先我这边有一个东西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？魔方 Rubik's Cube。来，请问谁有玩过这个玩具的，请举手。哇，这么多啊，好多高手啊。 OK， 这样子，那送给我。哦，谢谢你。来，这样子你帮我收起来好吗？ OK， 那这样子的，现在呢我想要邀请一些朋友来帮我随便的转这个魔方。来，来，请站起来。首先我想问一下几个问题，我们有见过面吗？有见过，你有见过我？ OK， 坐下坐下。来，小朋友站起来，请问我们有见过面吗？没有是不是？是，好， OK， 好，接下来呢麻烦你拿出这个魔方，然后我要你把这个魔方放在你的后面，然后随便的乱转，乱乱的转。好了之后他就拿起来，然后讲 OK OK， 好，谢谢，好，请坐下。来，我先找第二位。好，这位小妹妹，请问我们有见过面吗？然后放在你的后面，随便乱转，两个手，两个手，转得乱，转得越乱越好。大哥，我来卖啊！耶，好了吗？好了，就拿起来，然后讲 OK， OK， 好，再来一位，好不好？好，就你。你好像你玩过这个魔方哦，你会玩魔方吗？会玩吗？会玩的要坐下来。来，这个大哥，麻烦你帮我来站起来，站起来。对，放在你的后面，然后随便乱转，随意就可以了。OK， 大概转一个小时。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就拿起来，然后讲 OK。OK， 好。我再看一下，你手拿这个魔方不要 ？OK 了，这个看起来很厉害样子。来来来，过来这边。我要你帮我随便乱转，不是还原吗？来，随便乱转，放在后面，放在后面，对，随便乱转。千万不要露，千万不要露白。好吗？好，就拿起来，然后讲 OK。幸好没有还原。OK， 好。那这个魔方呢，是刚才你们几位帮我就是随便乱转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呢，我想要先把这个魔方呢放进这个盒子里面去保管一下。哦，先确认一下哈，里面是真的只有一个魔方，看到吗？只有一个哈。你们有几个魔方？一个 OK 了，上来上来，请你帮我拿着，对，双手举起来，举得越高越好，保暖它。如果等一下有人接近你要碰这魔方的话呢，你就大声喊，千万不要让别人碰这魔方哈。OK， 好。不知道在场的观众们，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在我们还没有开始玩这个魔方之前呢？我这有一颗，看到吗？在这里。那这个魔方的颜色呢？是我昨天
随便乱扭的颜色。现在呢，就是要见证奇迹的时刻。你们相信不相信？何主任我，也就是刚刚你们所一起转移进去的那个，将会跟我这个一模一样。不知道，如果这个一样的话呢，你们觉得神奇吗？神奇哦，来，我们看一下。请问有没有人接近你然后碰这个盒子？没有。没有，太可惜了，你没有机会拿。OK， 我来拍。里面的确是真的是一坨，看见你了吗？没有，来把这个盒子交给他。这个膜吗？是你们刚才做出来的。然后这一个是我昨天做的。有没有一样的颜色？没有哦。这边呢？啊，这边呢？是不是一样？是不是一样？一样吗？一样哦！掌声在哪里啊 ？OK， 来暂停暂停，这个只是第一面哦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面、第三面、第四面、第五面、第六面，是不是全都一样？哎，你们来掌声击掌之力啊！好，接下来呢，这个只是一个前菜。接下来我要表演一个更厉害的，来，我想先问唱一下小朋友，来来来，唱一唱，唱一唱，你很没有玩过猫哦？不会，没有。我想问一下，你可以用多久时间玩完一个猫？啊？20秒，是两只手啊？有没有试过一只手？一只手有吗？然后用多久时间？40多秒。OK， 好，可以坐下来，谢谢。40多秒。好，其实呢，在这个世界纪录里面，曾经有人用过单手还原这个魔方，然后他用的时间呢是在30秒里面。但是今天呢，我要在这边挑战这个极限，我想用单手还原这个魔方，而且我还要蒙眼。那这是一个 standstill 的一个铁片， OK， 来，接下来邀请你们帮我检查一下，来站起来，站起来，请你帮我拿着这个，然后这样子看，看一下能不能看透，能够看透吗？看不透吗？ OK， 好，接下来，来这位小姐姐，帮我检查一下这个铁片，她的眼睛这边，看一下能不能够看透。再邀请一下，来这位大哥，麻烦你了，放在你的眼前，请看一下我的底部是什么颜色。那你要检查，前后都检查一下，前后能看透吗？看不透啊，这是一个真的普通的一片这个铁片。好，接下来呢？我这样蒙着眼睛，单手还原这个魔方。小朋友，你的记录是多少秒？40秒哈。好，如果等一下呢，我能够在30秒里面单手蒙眼还原这个魔方的话呢，可以麻烦大家给我一个热烈的掌声吗？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好，如果我在30秒里面不能够还原这个魔方的话呢，可以麻烦大家再给我一个掌声吗？不可以。可
可以啦，可以。啊，算了，我就尽量尽量好。准备好了吗 ？OK， 来了啊，老师，音乐。
个山，然后我就把这一根铁链给松开，松开之后呢，再把刀推下来，帮你解除你的压力哈。先开个铁链 ，OK？ 看到那个摄影机吗？对，明天也会上头条的。没事没事，放心放心，别紧张 ，OK？ 准备好，来，一。你有买过保险吗？啊，有，这个保险是免费的，就是万一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呢，你还能够找回你的头。等一下啊，我知道这个应该是吓到你了。快点，哎。小朋友们，千万千千万不要在家里模仿这个东西哦，因为这个呢是有经过魔术的特别训练才能够玩的。如果你们想玩的话呢，过来找我。OK， 来了，一、二，你为什么不自己看的呢？当心啊，没有事的。就算万一你头突然掉下去，我有一个万能胶帮你粘回去的，放心。准备好，一、二、三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
表演，让我们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魔术师。Done already. Bye-bye.